虎场大拷问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梦洁。欢迎漂亮妹妹啊，谢谢。当知道要来参加搜狐翻跳盛宴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？开心、激动，就是期待，期待看到那么多热爱跳舞的同学们。最近让你感叹到女孩子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生物是因为什么呀？我觉得女孩子认真的时候很可爱，无论她做什么事情，她都很认真，然后眼里散发着光芒。身边有没有什么朋友让你见到她都会感叹到，哇，你好可爱，这世界上最可爱的生物这种？我眼前的任何时候。初雪是永远会被纪念的吗？嗯啊，对于你来说哈，初雪三件套是什么？小地瓜，然后温泉，还有暖暖的被子。冬天的下雪的时候，你想在被窝里一般都会看什么剧呀？当然是看好看的剧了，韩剧。鬼怪你看过吗？那肯定看过。每年冬天就是那 BGM 就，哎呦，噔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有因为长得比较可爱，然后被比你小的人叫妹妹？还好。大家现在叫我姐姐比较多，会有那种就是直接上来就喊妹妹，我的妹宝。我的粉丝会，但是我的粉丝现在长大了，他们会叫我姐姐了。他上一次刷到也就看了800遍的视频是什么？哦，最近在刷自己曾经跳舞的视频，因为我后面马上也要出歌做音乐了，所以找找曾经的感觉，还在准备，对，前期还在准备，因为我现在也还在剧组嘛，所以可能这个时间要规划一下，但是最近也老刷自己曾经跳舞的视频。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年度朋友圈颁奖大赛。好，第一个是你朋友圈中最喜欢点赞评论的朋友是谁？我自己算一个吧，因为我爱刷朋友圈，我最近不太发朋友圈，但是我喜欢看看大家最近发生了什么故事，然后我就会点赞。很多朋友就出去旅行了嘛，然后就可以点个赞，假装自己已经去过，感觉自己到此一游。其实主要是也想路过一下他们的世界。第二个是最喜欢发美图的朋友。发美图哪比吧娜娜，因为我觉得她拍的照片都很好看，然后最近他也出国留学了嘛，所以第一时间会在朋友圈看到他的美照。他不还拍什么 vlog 啊什么的？会看。三个是最喜欢分享健身照的朋友。健身小童吧，小童爱健身，对，他去每个剧组都会健身，然后他工作完或者第二天很早的时候，他前天晚上一定会做运动。那最想互动但是不好意思互动的朋友？杨天真杨老板，因为我前段时间刚看完他的《通透》这本书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写得很好，然后看完之后就自己也写了一些小作文在备忘录，但一直就自己默默观赏，没有跟他说老师我好喜欢你写的这些。没有，见面肯定会跟他说看完你的书了，很好看，就没有在朋友圈发给他，我很怂的，我害羞。有没有哪一刻会让你觉得就是努力去争取是很有必要的？无时无刻吧，我觉得这个努力可以不用一直挂在嘴边，也不用一直做给大家看，我觉得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做努力，无时无刻，比如他的工作，还有他的生活，还有他的日常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身边的每个人身上，对，包括我自己也是，无论是演戏啊，或者是在舞台啊，还有就是做歌手啊，就是生活中的自己努力这个事情是他都是在身边的。那你说自己是演员的初学者嘛哈，就作为初学者今年最难忘的一场戏是什么？那还挺多的，但是我都会记得我拍的那第一部戏的第一场戏，像我拍之前拍《暗格里的秘密》的时候，当时第一场戏就是在学校里的，会因为第一场戏印象最深是每个戏的一开始，我自己会就我会把这个感受记录下来，然后我第二个戏是《二十不过二》演的第一场戏，也是丁一轩他是房东，所以他的第一场戏是作为房东去到那个屋子里面跟小鬼的第一场戏，然后我记得那一天的自己就是会有点紧张，然后我现在还正在拍了一个戏的第一场戏，就是在户外的一场戏，然后人也是非常的多，跟演员也是第一次见面。我每次都会重刷什么《暗格秘密》，那你会重刷自己的剧吗？会，但每个时段看自己都不太一样那个感受。那你有没有特别想去合作的演员呀？还挺多的，最近不是黄渤老师跟周迅老师的那个电影在，因为看预告就已经很期待了，所以希望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以向他们学习。那你想选大荧幕作品什么未来？有机会的话肯定是要努力争取的。哦。
好不好意思这样子的。你有自己回看过吗？有看过有看过，看看自己哪个地动作就是哪个角度可以更好。这个动作是之前那我们综艺里面有演过一个轮滑的一个小片段，然后那个里面呢就有是搓搓小脸颊，所以在跳这个舞的时候就把这一段放回去了。我看过他们这个舞台，跳得很好啊，哎呦好性感哦，可爱可爱。我们在上扬呀！刘耀文，和萧亚轩，嗯，你之前有看过他们的这个吗？看过他们的舞台，嘻哈的舞台，还有他们的综艺。太快了，我就是说我这些得做慢一点，就是定格一下。要更新一下。小贾的，有效麻烦。哎呀，哦，我知道是 Trouble Maker 吗？对。怎么回事？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这屁股扭的，哎呀哎呀哎呀！知道小贾有一个称号吗？内娱妲己。内娱妲己啊，我这个我知道，有刷过，有刷到，说他去每个。那个综艺哥哥们都很喜欢他。那什么时候能等来你这样的舞台啊？跳 Trouble Maker。我看轩逸前段时间也跳了 Trouble Maker。哇，好可爱。